大家好，唔好意思，因為咧都隔咗一排先出片啊，呢排實在有啲忙，同埋咧如果有一啲近期呢幾日先至發咗過嚟投稿嘅朋友咧，可能真係你哋要等一段時間啦，啊，因為我今日講緊嘅朋友咧都已經係發咗嚟，應該有超過一個月噶啦，咁就所以咧希望你哋有啲耐性嚇，咁我會逐個逐個慢慢去講翻直到比較近期嘅朋友咧。都會希望喺一個月之內會講到啦。如果講唔到嘅，都會繼續努，我會繼續努力嘅。咁呢位朋友而家講一講叫 CC。咁CC 咧有其實佢有三隻歌嘅。咁我其實問題大致上差唔多，但係我每隻講少少咧，因為佢都會有啲嘢係值得一提嘅。咁嗱，好似而家呢一隻，原來談戀愛是這麼一回事。咁聽少少先啦。其實你聽一句咧，已經聽到其實有啲唔係好穩定嘅把聲嚇，嗰啲長音咧唔係好穩定。咁呢啲唔穩定係咩造成嘅咧？係個氣用得唔好造成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普遍嘅情況啦。咁其實你聽到獅子把聲咧，把聲冇乜問題嘅，把聲冇問題嘅。但係個氣，因為個氣唔穩定咧，所以導致個 control 咧係會有少少唔穩陣嘅情況，唔嚴重，但係會好容易 spot 到啦。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咁所以其實咧，嗱由高音落低音，上翻中音一路咁樣，其實都一直都有少少呢個氣。令到個聲音唔係好穩定嘅感覺嘅，啊，所以落低音又係想，總之一路上上落落都有少少呢個感覺。難與他爭拗完嗎？難與他挨近一下？愛情是這麼殘忍嗎？但你會聽到其實獅子把聲係幾好嘅，把聲係悦耳嘅，啊，咁所以有時唱歌有一把悦耳嘅聲係有着數。但係如果個氣唔穩定咧，就幫你打折扣啦。咁呢個好明顯啦。咁如果你喂個氣可以點樣穩定啲啊？咁我都講好多次啦，係要練丹田呼吸嘅。但係呢樣絕對唔係可以點講咧？呢樣嘢唔係三兩招就過咗俾你，你就識噶。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未去真係揾老師去認真去學呼吸嘅時候咧。大家只可以將個氣吸大啖啲嘅，咁然後就盡量去用你嗰用嗰個肺嗰啖氣去盡量去拖得靚少少，然後盡量因為你當你唔係用個丹田控制嗰個氣嘅時候咧，那個力嗰、那個氣咧其實就係基本上就係好欠缺一個真正掌控嘅氣嚟。識用丹田呼吸嘅人咧，其實係一切嘅大勢力啊～一切嘅氣嘅流量啊，起承轉合啊，都係用丹田嗰度去控制嘅。所以係呢樣嘢係實在唔，我只係話俾你聽嘅嗰個事實，但係我而家咁樣冇辦法三言兩語可以教到你點樣做。雖然我一直都好想拍一條片係真係詳細啲講講點樣用丹田呼吸啊，點樣用丹田用力。點解一直都冇做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好艱巨嘅嘢嚟嘅，係好難拍條片去解釋到，而且係好多學生其實唔係用一兩堂、兩三堂去學呢樣嘢，要用都要用一系列嘅課堂去學嘅。咁所以雖然我都希望有一日會略略講一講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用個腹部呼吸係咪就得咧？用咗腹部呼吸咧係可以幫到你個。個氣啦，但係嗰個點用咗呼吸之後，然後點樣將個氣褪出嚟咧？又係另外一個學問。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嘗試腹部呼吸嘅，咁大家可以試下用個小腹嚟呼吸嘅，嚇呢個叫做橫膈膜呼吸嚇，咁可以瞓喺度練下先嘅，瞓喺度會易啲嘅。咁首先就係先將你嘅氣搶咗落你嘅橫膈膜，即係去個肚臍對落一兩寸，咁然後你淨係嗰度先漲嘅啫，個肺係唔喐嘅。
咁如果你初步做到呢樣嘢嘅話，你就可以考慮會唔會認真啲去學用丹田唱歌。如果你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嘅話，即係你一吸氣，個肺已經提升咗，個胸部提升咗，個膊頭縮起咗，咁你用緊呢個肺呼吸，你介嚟即係你用嚟用去呢個氣搶唔到落去個小腹度咧，咁其實你就唔使諗下一步啦，基本上。OK， 咁所以呢度就係、是、我先講一個最 basic 嗰樣嘢。好，我哋聽多少少。原來談戀愛得不到理睬，原來談戀愛一起不會耐，原來談起傷害，淚流下伴侶可沒存在。好啦，其實啊，嗱，嗰個伴侶呵，嗰度其實係我覺得係有少少係有少少，我唔知係失控咧，還是係自己想做一個動作表情去 express 一啲嘢，但係就係有少少太 Q 嘅感覺啦，咁樣咁功能點都好，你聽到 C C 唱呢個副歌咧，把聲唔係問題，個問題唔喺把聲度，而係喺個第一掌控，第二語氣，同埋情感，第三就係嗰個佢嗱，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問題，所以就唔係就芝芝特別有呢個問題，而好普遍未學過唱歌嘅人有呢個問題，就係唔能夠將自己嗰個身體，尤其是喉嚨或者喉嚨啦、口腔啦，甚至係嗰個胸口啊嗰啲位置，其實成個身體你無論你企喺度嗰個姿勢個 posture 各方面，就係要做啲咩咧？就係將你個人，尤其是喉嚨變成一個好靚嘅管道啊！呢樣嘢係其實係好緊要，同埋有時好多歌唱老師都會忽略去將呢個概念灌輸俾學唱歌嘅人，就係你要將成個人變成一個好靚嘅管道啊！就好似你如果有一個樂器，如果樂器係有，當然樂器有分有平有貴有靚有唔靚，佢個有唔同嘅物料。如果樂器係用好靚嘅物料去做嘅，佢嘅手工好精細嘅，佢譬如一個係吹嘅，無論佢係 saxophone 單簧管又好 whatever， 佢有一個好靚嘅管道，而嗰個物料又好靚嘅，全部打磨雕琢得好好嘅，佢啲聲一定係會再好啲。其實人係個身體係即係人嘅身體係肉嚟㗎嘛，係organic 㗎嘛。organic 嘅意思即係係有機嘅物質嚟噶嘛，唔係死物嚟噶嘛，所以你能唔能夠將自己變成一個靚嘅管道咧？其實係要俾自己進入一個好靚嘅生理狀態嘅，呢樣嘢係有，你可能覺得有少少抽象，但你想象下人嘅身體，即係話你如果有一日行落街，突然間見到哇呢個我初戀情人，哇唔可以失禮俾佢睇，你係咪即刻個人企直啲，抬起胸，抬起頭，然後成個人嘅表情好似即係以前IQ博士嗰個咩千平嗰個咩食酸梅乾飆超人突然間靚仔咗，係你要將你個成個人嘅身體嘅狀態咧提升，咁你一提成個人靚仔咗，就係因為你自己俾自己進入一個狀態嘅。即係你頭耷耷眼濕濕，你個人靚仔極靚女極都有限啦，係咪先？當你個人一進入個狀態嘅時候咧，唔係話你崩緊，亦都唔係話你咩要點樣好慾緊，而係你俾自己好 relax， 然後俾自己企得好好，然後俾自己個喉嚨放得好鬆嘅時候，然後當個氣出得好順嘅時候，你有冇發覺人條氣順同唔順嗰個係兩個人嚟嘅？一個條氣好順嘅人喺你面前，無論同你傾偈、同你食飯、同你講嘢，或者係同你 whatever 唱歌啦，尤其是係同一個條氣唔順嘅人喺你面前，其實係兩種能量嚟嘅，係兩種感覺嚟嘅。你好似係一個，你會覺得一個好吸引，一個好唔吸引。所以你要將你自己進入嗰個狀態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當你變成你令個你，無論你個氣管、你嘅喉嚨、你嘅口腔、你嘅成個人，變成一個好靚嘅管道嘅時候咧，你個聲音出嚟咧係真係會靚好多。咁你點樣將自己變成一個靚管道？我講過就係、是、第一就要放鬆，第二就係要順氣啊，條氣要好順。條氣順嘅時候，其實點解啲人唔順氣就是、因為啲人太緊張。你睇都市人好 stress 啊，或者有時啲人呼吸好淺啊，
你會見到有時啲人係，總之就係硬係個條氣唔順嘅。咁嗰個人就算講嘢把聲都唔會好順啊，成日啲氣好促啊，咁已經唔得啦。咁其實唱歌就更加好重要，所以其實你條氣要好順，就係話，就算你唱一個長音又好咩都好，咁你就因為唱歌係咁樣嘅啫。咁你個氣係流出嚟噶嘛？個氣係要流出嚟。我就算哪怕你用緊個肺呼吸，你個氣係個氣係流出嚟嘅。如果但係個氣流得唔暢順嘅時候，你個喉嚨嘅管道做得唔靚嘅時候，你嗰啲音係唔會有幾吸引，有嗰啲共鳴係唔會有幾靚嘅。所以頭先我講緊阿思思唱緊呢啲副歌嘅時候，佢係仲未攞到呢個概念嘅時候咧，佢只係靠自己一把聲幾靚嘅聲，佢把聲本身係唔錯嘅，有一個聲底喺度。但係佢淨係靠呢把聲去做嘅時候，佢冇佢忽略咗將自己成個人變成一個好靚嘅管道，而俾嗰道氣好靚咁樣好舒暢咁樣流出嚟，而去處理每一個長音、短音、高音、低音，咁就已經係涉張咗好多啦。OK。咁嗱，我講咁多嘢，其實咧，看似係好簡單，但係亦都係唔簡單。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大家即管試下，而當你試到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你唱歌實在同講嘢係兩把聲嚟嘅。OK， 嗱，我聽多少少。原來談戀愛，誰當出氣袋？嗱。即係嗱，即刻講翻明。原來談戀愛需當出，其實嗰個 control 個氣量嘅 control 已經做唔到咧，所以個戀字突然間爆，即係突然間好突兀咁彈出嚟咧。呢啲就係因為你冇將自己個氣做得順啦，個氣量控制得唔好啦，同埋個管道咧。當你個管道覺得唔夠你唔冇對自己嗰條管道唔夠信心嘅時候咧，你就想用一啲 extra 嘅力。額外的力去發出嚟，去抵消翻你嗰個管道唔可能唔夠靚，你嗰個信心嘅不足，就會有呢啲咁樣嘅聲音，呢啲咁樣嘅處理方法。我成日都講過唱歌係 less is more 嘅，好似呢一句，你話係咪要好用力唱？唔需要，其實係。原來我不該信一杯掠愛，其實你輕輕地就得噶啦。嗱，我唱翻個男仔 key 啊。原來我不該想一杯戀愛，舒服就得噶啦。呢啲位你唔需要特登嗌出嚟噶。點解？因為你條氣順咗，你俾個焦點靚咗，其實你唔需要嗌出嚟嘅，因為你一嗌出嚟咧，就好似你一打開卡拉 OK 房，啲人攞住支麥喺度嗌歌。就其實就變咗係嗌歌啊，因為呢個係你 rely on 你嘅喉嚨嘅力去唱歌啊，嚇，所以其實係好似一句咁樣，你只要放鬆喉嚨，咁然後你就好舒服噶啦，你放鬆係一定係 number one 嚟嘅，放鬆一定係 number one 嚟嘅，咁所以咧佢而家係咪放得好唔鬆咧？唔係，但係佢用多咗多餘嘅力，就變咗佢係用一個 more is more 嘅方法去唱歌 ，instead of less is more 嘅方法。點解 less 會係 more 咧？因為你放鬆，因為你一放鬆嘅時候，你出到嘅嘢係比你想象多。手短信，截圖上載，想有人能知道我並愛。嗱，好似結尾呢兩句咧，比較嚟得舒服㗎。嚟得舒服嘅，可能思思唱得即係多咗啦，開始俾自己把聲有少少放鬆咗啲啦，咁就你會覺得誒狀態稍為好咗，你會覺得誒舒服咗，穩定咗，不過就去到臨尾呢兩三句先至感覺舒服咗。好啦，今次就講得長咗少少嘅，咁我哋略聽一聽啦嚇，後邊佢嗰兩首歌先。咁然後咧，我哋就可以 wrap up。好啦，跟住呢首歌係咩歌嚟嘅？鄭伊健嘅《我的歌》。
让我将一生高低转变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其实 CC 咧系佢系有胸腔嘅，有 chest voice 嘅，所以你要继续俾自己把声放得再松啲，练好你嘅胸腔先。我都讲好多次，咁你嘅胸腔一出多咗嚟咧，就会帮到你整个唱流行曲嘅声音咧会提升。咁頭先嗰個唔知到尾來咁嗰個唔知做咗啲咩多餘嘅動作啦，咁呢啲你要留意翻嘅嚇。有時係你好想做一啲嘢去可能 express 一啲嘢，但係其實就係失控咗嘅，咁呢啲要留意翻嘅嚇。前面的曲聲，音階起電，是人生的感慨。嗱，好似淨有呢兩句咁樣咧，個處理係好過上一首歌嘅。咁一嚟，因為呢個 range 喺呢一個位咧，係我諗對於獅子把聲係比較發揮得好啲，咁所以就感覺上咧個氣流咧，同埋嗰個共鳴咧都稍微好咗啲嘅，比起上一首嚇。咁所以你如果你分到嘅時候咧，你知道哦，原來我喺呢啲時候我係處理得好咗。咁你諗下，你做咗啲咩？點解會處理得好咗咧？咁可唔可以喺其他地方都可以應用到咧？我这一曲不风流也精彩。咁呢啲就有啲失控啦。呢啲失控其實就係一啲唔應該嘅失控嚟嘅。即係因為你喺低音失控咧，其實係唔應該啦。啊，咁但係啲不風流嗰啲啊也精彩嗰啲係好唔穩定咧。咁呢啲其實就係、你唱歌嘅時候可能冇專注嚇、啊，唱歌要專注嚇、啊。你同埋你唱到你入一句嘅時候咧，你基本上你已經 plan 緊嗰一句係點樣處理啦。你入之前已經 plan 緊嗰一句係點處理嘅，咁所以你去到冇 plan 嘅時候，就會出現咗一啲咁嘅失控情況嘅。有許多風光，今生今世亦難再。呢個尾音拖得幾好啊！呢個尾音拖得幾好啊！所以思思唔係冇 potential， 你要有時留意翻。咦？幾時做得唔好？幾時做得好？點解做得好咧？咁我可唔可以持續做得好咧？啊，好似頭先嗰個再字嘅尾音係做得唔錯嘅，因為夠鬆啦，個氣流量控制得幾好咧，咁即係各方面啊，共鳴啊，嗰、那個 mood 啊，都處理得好唔錯嘅。讓我捉不緊，它將消散空氣內。嗰啲空氣內嗰啲咧，有啲哭腔咧，可以戒咗佢啊！嚇，嗰啲哭腔幫唔到你。好似必須將當中曲線用旋律記下來。呢首歌咧，可能係呢個 range， 即係呢一種 key 嘅歌咧，比較適合你多啲嘅。暫時唔需要太挑戰高音。嗱，好似呢幾句咧都處理得唔錯嘅，都處理得唔錯嘅。我相信你自己都應該 feel 到。咁你就變咗喺呢啲位咧，去鞏固咗自己嘅好多，鞏固咗自己嘅對於聲音啊、共鳴啊同埋氣流嘅 control， 鞏固咗佢先，然後慢慢先至唱高音少少嘅嘢嚇。因為你一定係一層一層咁建立上去嘅，你嗰啲最有力嘅高音咧，永遠係你未處理好底層嘅嘢咧，嗰啲嘢你係好難做得好嘅，因為嚇唱歌係一層層咁建立上去。没这些凭据，问记忆怎装载？要是声线仍耗损，就已五指奏下去，尖尖一弹亦拆穿，就已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我感觉上咧，思思咧唱呢两首歌咧，有两个分别，就系、是、第一个，因为两首歌个 range 有啲唔同，而呢一只歌咧。係比較適合試試，而我亦都感覺佢唱緊呢兩隻歌嘅時候咧，其實個喉嚨嘅狀態咧係有分別。呢只歌咧係鬆啲嘅，佢個管道係靚咗啲嘅。嗱，咁其實咧，你唔係嗱，我其實提你要點樣做個管道咧，其實唔代表你做唔到，唔代表好難做，係因為點解我花咁多篇幅去講呢啲咧，就係、是、因為我知道一個普通人都好容易都有機會做到。除非有啲喉嚨即係練得好緊嗰啲人咧，嗰啲人會花多啲時間。而好似 CC 呢啲咁嘅情況咧，只要佢略加留意咧，
就可以馬上做到啦。嗱，好似暫時呢首歌喺呢一個 range 度佢去唱咧，佢處理得好咗嘅，佢管道係靚咗嘅，咁馬上把聲係舒服咗好多。而嗰種個氣流氣流好唔穩定嘅情況咧都減少咗。好科學化嘅呢樣嘢係好科學化嘅，所以嗱，如果你明白咧，你一留意咧，第日就你會知道點處理。我哋聽多少少力第三首歌，好好快咁聽一聽。呢首咧，我的驕傲。在這個 range 上唱了，這首歌CC 的喉嚨的狀態也是好過第一首歌的，是好過的，所以呢又是舒服了。雖然你現在未能夠用腹式去呼吸，但是起碼出來的聲音是我剛才說，咦，這個人是順氣一點的，你將自己變成一個那個樂器呢，是那個樂器呢是靚過你第一首歌的那件樂器的，即係你同一個人可以變成唔同樂器咁嚟講，而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就開始俾人哋覺得，咦，你把聲係舒服好多啦，而出嚟個共鳴感啊，嗰個穩定程度咧都好一啲嘅。我哋聽多少少。榮幸眼神能替我雲上旅行來點燈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氣壓搖擺。好明顯啊！一上到高音咧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咁嗰啲位咧就開始失控啦，啊，好明顯嘅失控啦。咁所以咧，唔使氣餒嘅，因為咧你而家當你處理到你嘅中音嘅時候，而高音未係好處理到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點解咧？好大嘅原因，好大嘅可能就係因為當你上高音嘅時候，你一覺得自己係哇高音啦死啦點算？咁你就會做啲咩咧？就係你個喉嚨開始用力啊！你個喉嚨一用力咧，往往尤其用過多嘅力咧，就會出現你頭先咁嘅情況嘅。你以為用力就會幫你上到高音咧，其實唔係嘅，因為喉嚨用嘅力咧，就算上到高音咧，都係好難聽嘅，係攣住啦，好吉耳啦，係唔好聽嘅。咁頭先嗰個情況咧，就係用咗都上唔到啊，就係即係好唔穩陣啊！有啲走音啊，成啊咁樣。咁把聲亦都係你原本好靚嗰把聲咧，就破壞咗啦。咁所以你要做一樣嘢就係你下次再唱呢首歌，你一上到去嗰啲高音咧，將喉嚨有咁鬆放咁鬆，然後嘗試淨係做頭聲，即係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high。即係嗰啲叫頭聲啊。唔好暫時你用唔到韻聲去唱咁高音嘅。因為如果你用韻聲就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這些叫韻聲，韻聲是要用極大的丹田才幫你托到上去的，那你現在只可以做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只是這樣唱先，那你練好你的頭聲，然後第二天再慢慢研究你的韻聲，因為去到這些高音呢，你要放鬆給頭聲上 OK，做好你的 head voice， 練好你的 chest voice， 但有機會先學用氣，學識用氣 就可以學混mix voice。 你話唔識用氣唱唔唱 mix voice， 唱到可以唱到啲好弱嘅 mix voice， 但去到嗰啲去到啲高音嘅時候咧，你話你想用 mix voice 唱得啦，試下咯，你可能先可能好弱咯，不過會好弱咯，即係可能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好弱嘅 mix voice 咯。但係你可以玩頭聲先啊嘛，玩下頭聲先。但係你無論唱頭聲又好，乜聲都好，你個喉嚨要放到好鬆，呢個係大前提。OK， 咁所以咧，你而家高音處理唔到，冇問題嘅，因為我絕對有信心你係會一日處理到嘅。咁慢慢嚟，記住，無論唱咩音，高低音又咩音都好。處理好自己的喉嚨狀態，變成一個好靚嘅管道，將自己變成一個好靚嘅樂器，然後處理好你嘅氣流，條氣順曬，然後咧就慢慢咧將呢一個
發聲嘅狀態變成一個恆常嘅，係恆常嘅唱歌嘅發聲狀態。咁你又唱歌咧，起碼都唔會難聽到一邊。有好多你剛才我哋聽到嘅問題都會有改善。咁然後你真係話，我真係好想唱得專業啊！咁你真係先至過嚟揾我上堂啦。OK， 好，今日講住咁多，拜拜。